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六场赛事一班1650米的赛事准备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，中间有富高盛啊、替造美丽啊，咁啊出边有傲南噶，再埋边有火龙区啦，咁啊同埋咧咁啊后一闸嘅马啦，有安稳喺中间噶，出边咧就经济达人啊，再后一闸咧仲有呢个加洛菲噶，尾四嘅位置啊卓尔非凡，尾三自由性，尾二圣歌儿啊，暂时殿后嘅马匹咧就系高一线嚟噶。啱啱咧就係轉呢個滿貫彎啦，咁啊好似冇咩人放，咁啊傲南可以貼到欄就唔怕內閃噶啦，咁啊接嚟咗咧大約有一個身位到啦，跟住第二位就係替造美麗嚟噶，再入邊嘅第三啦，外邊咧咁啊蔡明少又嚟啦，有呢只經濟達人噶，中間位置係富高盛啊，再後一陣內欄位置第五位藍衫藍帽嗰只咧就係呢個火龍區啦，中間係安穩啦，再後邊嘅馬匹有加洛菲，中間卓爾非凡，尾三位置出邊就自由性啊，暫時墊後一對咧有呢只聖歌兒啦。同埋黃衫包尾嗰只咧就係高一線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就係呢只傲南噶，跟住第二位就係經濟達人啊，再後邊嘅第三次序上喐動唔大噶啦，數後邊有呢個替造美麗啦，同埋呢只富高盛啊，一路數落嘅馬匹咧就係呢個火龍區啊，外邊自由性都要走啦，中間有安穩啊，再有啲線嘅都加洛菲、卓爾非凡高一線啊，暫時包尾咧都仲係呢只咧就係聖歌兒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傲南再放順少少，接嚟咗兩個身位首先入嚟啊，見到經濟達人第二位啊。中檔第三有富高盛啊，咁啊再見到埋邊位置係替造美麗噶，外邊打衝鋒咧就有呢只聖歌兒啦，同埋呢只高一線啊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啦，傲南咧已經一騎落去接嚟咗三個身位啊，見到經濟達人替造美麗爭緊啊，大外檔係聖歌兒接近終點，傲南一放到底，第二名替造美麗啊，第三名有聖歌兒同埋經濟達人咧就好接近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咧。好似你又唔放，佢又唔放，奧蘭放貼埋欄，一放到底，替造美麗第二，聖歌兒第三，經濟達人第四。啊，奧蘭就輕輕鬆鬆啦，睇到我啲披繩都知，翻到嚟冇人過到噶啦。結果沿途第二嗰只替造美麗亦都捱到啊，第二，第三係聖歌兒，第四咧就係呢一隻初出嘅經濟達人啦。哇，好慢啊！啲披繩又係爭一步，啊吳家俊都咆哮咗聲。咆哮，慢到咁，好易跑嘅啫。你自己走就好容易咯。梗系啦，跑马地系啲招噶嘛，你有机 speed 嘅，有速度嘅，师傅嘅大热门啊，阔步大就。我睇翻呢场嘅慢步速先啦，睇下先。咁啊，赢嗰只就冇咩好讲噶啦，赢嗰只就执咗落，执咗出嚟嘅啫。咁啊，替做美丽。呢只咪出翻嚟，然之後扣住俾你過，過完之後咁啊，然之後經濟達人一冚靚位。咁啊，睇翻其他啦，譬如話你打算你今日見到呢個經濟達人跑翻個第四啦，咁下次你會唔會追咧？咁你嗱，而家你度開始睇下佢嘅走勢啦。好啦，聖歌兒呢個就上一次嘅賽前我哋嘅評語對呢只馬多好都係負面多。今日臨場我對呢只馬。翻咗嚟嘅喎，觀感部署係啦，包括埋嗰個臨場可能會嗰個走勢，可能咁放真係佢都係放鬆咗好多啦。咁啊，難度係極高啊！其實你睇到佢呢個第三，咁啊自由性咧就據阿歐仔咧回報俾我哋聽，就話佢都最後慣低咗啦，慣低咗嚇。咁啊，而家都喺outside線啦，應該都係有啲心臟病或者諸如此類嗰啲啦嚇。咁啊，除咗咁之外。卓爾非凡點啊？唞咗咁耐，咁啊真係個走勢唔算話好凌厲啫喎！喺直路上邊望空交唔到出嚟啦。聖歌兒後過你，仲追得好過你咁多。成堆馬嘅，佢會唔會係好似高一線隔離過咧？如果佢喺高一線，大家差唔多過嘅話咧，即係會收貨啊！呢只馬係。狀態不足嘅頭三位一路走住嗰啲馬，因為賺咗萬披勝咧，佢翻到嚟三隻都入咗前四名嘅，即係包括嗰隻唔足嘅經濟達人啦，係聖歌兒追得真係好犀利。睇下嚟睇下個頭咧，嗱今日咧冇咗呢個榜嚟，哎呀，直心臟病啦，應該有呢啲唔知咩事啦，或者冇事都未定啊，不過我係咁話啫，啊真係走直線嘅。